合肥市曙红小学的孙良好，指导老师刘继平，有请。接下来呢，将为大家带来的是粤调《三传令》，来自于河南省新密市的桑果为各位带来，请欣赏。Yeah.
人去中原，日落西山去接战，你们大战姜维领阵前，你三人口的连环战，战姜维只战到一个二更三更天，三更时候停住战，让姜维撞回天水关。此时此刻便转将人马埋伏到凤岭山。好，谢谢谢谢来自河南的小朋友。接下来的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是黄梅戏的经典唱段，我们有请来自马鞍山的杨天一带来《到底人间欢乐多》。是京剧打交战，表演单位来自于淮南市少儿图书馆小百灵京剧学校，表演者赵志廷，有请。
的是响佛送真了，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合肥师范附小的何雨欣，为我们带来黄梅戏民女，名叫冯素贞。民女名叫冯素贞，平安富贵无限里浪，入了剑中民女只为救父命，万里光三界受寒窑一十八载，刘翠萍苦斗了一世老春，孤外有千朝银台女，生生死死爱两生，这都是父母嫌贫爱富贵，女儿不忘恩爱情，莫随比不多千朝贤良，女教父母不死生，公职也是闺中女，难道你不念嫂子甚至不是刘大人做媒人，嫂人纵有天大胆也不敢冒昧进宫门，真情实话对你讲，望求公主细思忖，无聊公主最该死，念我舅父一片心，公主恼我负其命，我说不忘你的恩，你撒才敢露战火爷先得放命天下问，倘若公主不肯饶我的军舰领罪行，吃死小战心无怨，七九皇叔我父亲只念我父没有救我总死九川吧，为您带来的是粤西高腔《红色粤西绿色梦》，表演单位来自于粤西县田头乡中心学校，指导老师王汉林。
吴佳音为我们带来黄梅戏《吴天寿观书》，掌声欢迎。是何为何来？明叔同王桂英先压一台，同城县不分早，我们大行东来。王桂英受不起无心难挨，玉帝我被牵连，看尽先。两家棍，比过
兄连当粗苦长街外，为小弟深冤报仇小伙仔，看书信不由我怒冲天怪。骂一声同城县混勇无才，到俺当作见俺当无凭无证，乱世起来背地里我只把命也责怪人命案花招工虎头的虎头秀才，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黄梅戏《我们的青春》，表演单位合肥学院，指导老师周生慧，请欣赏。哎，慢啥呀，同修？怎么了？啊、哦，不对不对，班长大人，你可是我们班里骄傲呀！哼，马屁精！哎，你，哼，哎，你们俩不是同桌吗？今天怎么？哼，人家现在高高在上，我可高攀不起。在你面前，我当然要高高在上。不就是学习好吗？少在我跟前嘚瑟。今天呢，我还就是要嘚瑟嘚瑟。马小雅，你不要这样，很无聊，好吧？无聊？我看无聊的人是你，钱丽丽。我无聊？你不是很无聊吗？办你组织的公益活动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每次都说身体不舒服，无聊的在宿舍里躺着玩手机。我看呐、啊，你改个游戏专业好了。你刚才的话太过分了，班长，你平时可不是这样啊。我跟钱丽丽是很要好，正因为我们是好姐妹，我才更要说说她。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？班长啊，是用这种方式刺激你，激发你的自尊心。努力是因为我有追求，但是我更大的愿望是希望我的朋友们都能和我有一样的追求，我们能一起进步。小雅，你真的没有看不起我？你呀，我看你就知道每天玩手机，走火入魔了。我是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呀。我希望你能把心思都放在学习上。小雅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对我的真诚和坦率。大学时间真的很快，一晃就过去了，珍惜时间，让我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。小雅，
接下来就是一群小孩子们给我们带来演出了。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来自中海圆山幼儿园的孩子们，为大家表演黄梅戏《对花》，掌声欢迎。请大家欣赏的是可爱的孩子们给我们带来的黄梅戏童话剧《猴子学样》，表演者是来自合肥市安庆路幼儿园的小朋友们，指导老师是葛建群，我们掌声欢迎他们。你怎么死了？传承表演单位来自合肥市师范附属小学三小，指导老师李慧、红艳、何小平，请欣赏。相约花戏楼，稍后精彩继续。相约花戏楼，精彩内容马上开始。
戏曲走进校园，是基础教育对民族艺术应有的关注，也是社会在整体上对传统艺术尊重和敬意的表现。让我们共同携手为中华戏曲推波助澜。亲爱的朋友们，2017首届全国青少年戏曲嘉年华圆满闭幕。身扮寂寞丑，相约花戏楼。朋友